上你可以看到目前道琼斯仍然非常疲弱，目前是下跌了205点。我们也来看一下纳达克指数，纳达克目前也是大跌了超过 1.5%， 大跌了225点。全球股灾真的要来了吗？刚才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邀请到公卫专家祝年峰祝医师，大家好，各位观众好。资深专栏作家王尚志，观众大家好。邀请到财经专家赖先生宪哥，啊，观众大家好。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兴，啊，观众大家好。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晔，大家好。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有没有可能暂时真的一触即发，金价被修正吗？俄乌真的要开战吗？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在刚刚稍早我们看到俄罗斯股市崩盘了超过8%，最主要就来自于俄罗斯好像真的准备要开战了，连拜登都说话了。Any assembled Russian units move across Ukrainian border, that is an invasion. These individuals are at the heart of Russia's destabilizing campaign in Ukraine, and we stand united with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We are not waiting to take action to counter Russia. One can't be half invaded or half aggressive. Aggression is either there or not. 好，真的会打起来吗？陈燕，其实今天呢，我觉得台股的一个氛围其实反映出这个黑天鹅可能真的会发生。为什么？因为昨天我们守季线啊，怎么会今天又崩盘了呢？你看像富邦煤砰一个一开盘就跌停，那昨天我们还在讲，然后你看南电还有包括星星，这是外资看好的股票，怎么都突然之间全面性的下杀。我早上第一个直觉就是外资直接脚底抹油就绕跑了，吓得跟什么一样。那我们也插播，外资在今天脚底抹油确实绕跑，在今天外资卖超史上第八大，卖超了473亿。对，当然我觉得现在前后院都失火，是不是一个很严重，会不会酿成全球的一个战事的一个危机？为什么？我们先讲俄罗斯哦，现在俄罗斯自己的股价就崩盘了。好，你看一口气一天跌了快10%，我发现这几天呢、这一周来大概跌了20%左右，而且它的一个下跌也引发，你看像昨天道琼的开大跌，1000点哦，然后再往上拉，这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然后甚至连欧洲股市也受到波及，你看连日本、韩国的股市也受到冲击，港股也是本来已经准备趴在地上很久了，快爬起来了，人家从他头上压过去，为什么？现在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是不是真的战事要一触即发？陈燕，现在俄乌边境到底有多紧张？我先讲一个哈，现在西方世界突然同声一气说，我们要团结一致哦。可是俄罗斯他竟然说，你们太歇斯底里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歇斯底里了吗？到底是我是不是大家歇斯底里？苏凯35都掉去，他把 S400都掉去了。真的，12台这个苏凯，这个在边境呢。好，包括一整个 S400 的整个营啊，直接过两个营过去，甚至边境集结了多少士兵？10万名哦。而且我要讲，10万名士兵说我们太紧张。好，那你说如果我只是演习，我也不需要再加一个系统叫做防空系统，就是当然就是我怕我打你，你也打我嘛，所以我连防空系统都进来了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紧张。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事情是，根据乌克兰的中将，他既然讲出一个开战的时间点，他说什么时候，就是北京冬奥闭幕典礼，就是闭幕仪式2月20号那一天。为什么？因为他怕这中间呢，他如果开战会不会影响了他的好朋友中国举办这个冬奥，所以他就在闭幕仪式那一天我就开战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就看到集结就在这个边境的地方，非常非常紧张哦。而且你说有没有迹象哦？因为我们看演习，俄罗斯在哪里？爱尔兰的这个大西洋这个海域，在那边实弹射击哦，实弹射击。好，那如果不是真的要打，那我实弹射击演习你就演习嘛。可是美国这绝对不是演习了啦，这已经不是演习了。对对，那美国派的这个，其实我们男生会知道，就航空母舰杜鲁门号，他派的这个航空母舰加入北约组织，就在英国的这一个大型的一个演习哦。那这个演习进来以后，我们发现更重要的是实际的一个行动。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第二批武器弹药，大概90.7万吨的弹药已经到乌克兰了。好，再来。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我们之前有讲到的刺针飞弹，对不对？这是在肩膀上直接可以这个反射击的，还有什么标枪飞弹是反坦克的，都已经到了。好，再来8500名的美军随时高度警戒待命，在这个布拉格堡
有一群这个82空降师，这空降师是多厉害？超级士兵，超级士兵，他可以在48小时之内，叭叭直接空降，就到你东欧的第一个最前线哦。而且据说还有30万名的，真的是我们讲美国队长啊，30万名的这个听说啊，这个经过了特别的训练，是有点像生化人的概念哦。他的这个我们叫伪装能力也好，在这个危险的环境里面生存能力啊，都非常的强大。这些可能会不会这一次刚好派去前线，也等于是一个这个实际的一个实验，超级士兵都有可能要越洋出征了。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在俄乌边境非常紧张。据说呢，现在连北约也派了舰队去。好，我讲哦，你如果说这个只是美国自己在那里穷紧 你们这些歇斯底里。好，韩国派了2架 F-35 战机去支援哦，丹麦派了 F-16 4台，包括一个巡航舰。法国派的军队先到罗马尼亚进驻了，包括西班牙的巡航舰跟台风战机，之前我们有聊过的，他也进去，也去支援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随时会开战？而且我觉得更讨厌的是什么？就是你前院失火了，对不对？大家很紧张啊，准备要灭火啊，要灭火。后院他竟然给你搞小动作，谁？北韩。北韩既然今年做了第5次的一个试射，而且这个试射在日本海，对不对？结果他们说这个巡弋飞弹其实是可以装核子弹头的，然后再来它可以飞行巡弋飞弹，巡弋飞弹之前都不是哦，这次是巡弋飞弹，之前都射短程飞弹，短程飞弹，所以南韩也生气了嘛，他也发射了导弹来去回应过去你四次挑衅我，对不对？那是不是一来一往了？结果这个巡弋飞弹他们算了一下，他如果沿着朝鲜沿着他的海域这样子飞行，他可以长达2个小时，长距离高达1500公里，等于整个这个日本整个区域都在它的范围之内，所以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如果前后院真的同时失火了，要怎么救火？真的很麻烦。前后院都失火，前后院都出现了政治地缘风险，在这样情况之下，任何一个地方开战都有可能再度引爆通膨危机。因为过去我们经常说，炮声一响，黄金万两。我来听拜登怎么谈通膨。That's a great asset. More inflation. What a stupid. 怎么回事？连三字经都出来了。对，那24号呢？白宫记者会已经要散场了。胡斯的记者突然对拜登发出了一个请问通膨的问题，结果拜登在讲的过程里面突然脱口而出，这是一个愚蠢王八蛋哦，到他理论上来讲，因为记者哪壶不开提哪壶，现在通膨就是拜登最伤脑筋的问题。对，但是你想想看，没办法解决啊。在美国，美国总统应该不可能对记者发出这样的一个粗暴言，应该是在骂他自己的。川普也讲过了哈，骂他自己了。我怎么会那么笨呢？因为目前来讲，这个战争如果开打，已经影响到非常严重的全球的经济，里面有两个，第一个是能源的价格，第二个是粮食的价格。我们现在讲能源的价格，那能源的价格光是这个一打以后，你想想看，现在哦，所有的经济学家说，哇，真的怕了一个地方，因为这2年多都是疫情嘛，是中美战争嘛，那再影响下去的话，不得了了。最近摩根大通就做了一个预估，他说如果战争开打，石油它在今年已经涨了12%，创7年来的新高，目前平均价差不多75块美金，它都可能在未来的第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就上半年了，可能从75块涨到150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的 GDP 会掉1.6个百分点，另外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会从3%跳到7.2%，跳到7.2%就增加1.4倍。全球到7.2%，那还得了？1.4倍哎！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石油已经是创7年来的新高。那天然气一定天然气最近也在创新高。那天然气影响到什么？第一个最大影响就是欧盟，因为欧盟28个国家呢，它40%的天然气几乎都靠进口。那最近呢，欧盟跟俄罗斯之间呢，它拉了一条北溪2号天然气的管路，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个完成有一好无两好啦，因为你完成以后，代表欧盟未来天然气会依靠俄罗斯的这样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结果你知道，
拜登怎么去建立欧盟吗？他说如果俄罗斯敢开战的话，我们就经济制裁，那你们哦不要核准这个北溪二号，让他的一个天然气没办法卖到我们欧洲，他的经济会垮，那欧洲会冷死啊！问题是欧盟现在接力啊，挺跳的呀，挺你知道，他陷入两难。第一个是呀，我如果天然气不进来的话，我其他天然气价格一定飙涨，飙涨我的电费一定大涨，而且会不够。对，另外今年冬天那么冷，老百姓会过一个非常艰苦的冬天。第三个。那天然气会影响啊，影响煤矿啊，影响其他的这些价格，反正所有的能源价格全部被搅动起来的。好，另外粮食的部分也来谈一谈。对，那粮食呢？我们现在全世界已经发现到剑拔弩张，已经快到了要交战的一个时刻，所以呢，它激励了什么？激励了粮食的一个价格，包括小麦。包括玉米，玉米都创七个月来的一个新高点哦。那对这个乌克兰来讲，你知道乌克兰是全球第五大的粮食的出口国家，那它的玉米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出口的国家，包括出口中国、出口欧盟、出口非洲等等。而且它50%是出到黎巴嫩，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很担心是。一旦开战，黎巴嫩是第一个首当其冲会出现粮食危机的国家。对，因为主要就是它所有的小麦，它的一个生产地就在它的东部跟接近俄罗斯的地方，那也刚好就战区啊。那你炮弹一打的话，你整个生产会出现的问题，运送会出现问题，那会影响到你刚刚讲的这些开发中国家的政局不稳哦。怎么会跟政局有关系？真的是有关系，你刚讲的没有错。黎巴嫩40%靠乌克兰的一个小麦进口，另外包括也门啊，包括利比亚10%呢，靠这个乌克兰的小麦进口。我们看去年的5月21号，黎巴嫩出现了粮食危机，出现了老百姓的暴动。那为什么呢？因为前一个月，因为疫情的关系，俄罗斯的那个它的小麦呢，就禁止出口。我要锁国嘛，我就禁止出口。哦。哇，整个老百姓本来要买猪肉，本来要买这个蔬菜的钱全部都节省下来，他们担心未来买不到面包。他的总理出来讲说，我们的小麦80%来自于俄罗斯跟乌克兰呢，那俄罗斯现在封锁以后呢，禁止出口呢，那万一乌克兰再禁止出口，弯都没饭好吃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当初都认为进口的比较便宜，自己生产反而贵。结果呢，整个荒芜了。荒芜以后呢，第一个产生什么？失业率，失业率飙高，然后进口突然不进来，价格飙涨上来。是呀，整个国家就出现了政局动乱。想不到葛兰汉说，超级泡沫已经形成了。对，美股恐怕暴跌50%哦，葛兰汉。那我们再来看巴菲特怎么说。巴菲特用两个字警告散户，哪两个字？他说散户现在如果还在市场叫玩火，他说股市大杀戮要来了，赶快能哎，安尼够那的惊掉啊！其实我们第一个先来看葛拉汉哦，葛拉汉他是美国的明星的操盘人，其实他在去年的年中就说啊，美股有风险，但是当时呢，美国的市场呢还在继续的创高，他就说。一定要看到讯号，这个讯号有两个，一个叫做通货膨胀，第二个是要加息。所以在今年的年初，他看到这两个讯号，通膨率压不下来，因为本来联准会说通膨性是暂时的，那通膨继续涨嘛，那第二个就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联准会呢一定要快速的什么缩减资金，所以葛拉汉就说。超级泡沫形成了。好，他说这是全世界第四次的超级泡沫。对，第一次的超级泡沫是在1989大萧条。1989当时是大萧条。对，还有一次是在2000年的网络大泡沫。还有一次大家印象深刻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他说这是全世界史上第四次超级泡沫。他说这个泡泡已经形成了，而且随时有可能会飙哈。他说美股恐怕会暴跌将近50%，他的理由是什么？其实哈，阿官你有没有注意，刚才的四次的泡沫是不是刚好在10年？所以它的理由就是周期性啊，美股对不对？一个周期性也是哦，从1989然后到2000，然后到2008到现在，那这一波已经12年了。那他说有几个重点，就是说很多的新创公司，大家知道哈，伍德女股神
过去的四年年化平均报酬率39%嘞，每年投资那些独角兽啊，对啊，新创公司像特斯拉，特斯拉，所以他这边在撩钱是伊落去买啊，对啊，但是一家他也砍特斯拉，可是很抱歉，他砍的特斯拉，他去买进元宇宙的 Meta 就是脸书，结果一样下跌，所以从高低点跌下来，基本上腰斩。好，伍德的方舟创新 ETF 竟然暴跌了52%。对，过去的女股神，对，从神坛跌落了。对，好，这是第一个他的观察。那第二个哈，他说哈 ，Russell 2000，其实 Russell 2000基本上就是中小型股，那是我们的上柜了哈。对，那 Russell 2000呢，基本上还没有崩哦，但是它高低点刷下来，拍谁跌20%，以道氏鱼来说，落入熊市。哦，所以大家熊出来了，熊出来了，大家来看哦，道琼指数大概回档10%。纳斯达克最低回到17%，但是今天已经破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就说 Russell 2000这种科技类的小型股先破，那这样的话，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有这个感觉，已经慢慢的出来。好，春江水暖鸭先知了，我们再往下来看，对，格拉汉他认为民营股、电动车、加密货币和 NFT 实在太疯狂了，已经疯狂到那个泡泡太大了。我记得节目其实去年到今年一直在讲 NFT 哦，听到的都是套现、套现、套现，所以 NFT 的 Roblox 这一家网络科技公司直接灌下来，其实也是腰斩。那为什么叫民营股哦？就去年度大涨，散户对抗这个大鳄鱼，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对抗这个华尔街的，就是什么 GameStop 对不对？从这里开始喷，然后现在你看又回来了。那 AMC 也是东摩碳基的公司嘛，所以他们基本上有一个重点就是这样。本益比非常的高，都没有赚钱，可是散户喜欢买它。那这样的炒作结果，包含我们看到加密货币，包含以太坊、比特币这一波已经腰斩。所以是 NFT 跟它的腰斩，它会讲一个重点，就是说现在的通膨的泡沫化，就是钱太多之后啊，就要被修等级，对不对？所以你的东西是怎么样压缩一半市值，所以这个是已经走在前面，这是看到了一个重点。好，他还特别谈到通膨，他说通膨创下了40年新高，即便联准会用各种方式来希望降温，恐怕都做不到。对，所以说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哈，物价指数哈一直创高，已经创40年的新高。我们刚才不是谈到这个俄罗斯跟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吗？对，大家观察一个重点哦，如果油价压不住，那这个通膨率务必会喷上去。所以其实呢，在过年期间，我觉得大家哈，你可能在家里啦，喝喝小酒啊，那大家娱乐一下就好。一定要注意一下油价，你注意油价就好，对不对？因为台湾没有开盘嘛，注意油价，油价绝对不可以说哈，85、90、95，你看85。好，现在油价最先报价是85。最近好像有点压下来，可是如果说这个战争一触即发的话，如果85、90、95上去的话，通膨一定会飙升。那通膨飙升，大家会问啊，那有什么关系？不是东西变贵而已，美国紧缩的速度会加快。这其实是大家担心的一个，也就是缩表有没有可能提前呢？对，特别是礼拜四，台北时间礼拜四凌晨会知道最新的联准会对利率以及未来通膨的看法，大家都出来蛋。好，刚刚所看到是格拉汉的看法，我们也来看看股神巴菲特怎么看。对，他讲的蛮恐怖的哈，他说你还在玩火吗？巴菲特说股市大杀戮要来了，最主要是巴菲特有一个巴菲特指标，对，显示出现在确实在高风险。对，那我简单的跟大家说，其实巴菲特的理论是这样啦，你美国市场整个加起来的市值除以 GDP 基本上要在1倍以内啦，啊，我的不合理嘛，我美国总共赚这么多钱，结果你的股市2倍、3倍。所以巴菲特，我说的虽然是股神，对不对？他其实在去年的年中就开始示警了。其实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现金满手吧，对，一直在卖。这个地方各位看到已经到150了，这个蓝色的线就是，你看对到右边的轴，它已经150%，所以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已经非常的高，所以他开始怎么样？开始减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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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码。所以这一路的美股的大涨，说实在的，他没赚到。可是他做什么件事情？他把股票卖掉之后，他买什么？第一个买 Apple， 第二个买可口可乐，买这种比较稳定的。接下来怎么样？买进他波克威海瑟威的什么自己的股票？自己买自己，自己买自己有库藏股嘛？所以他现在的现金储备是非常的高。那我再次强调你也可以学巴菲特。重点就是你现在的现金的水位够高的时候，当大盘跌很深的时候，买进好股票就是他准备做的。所以他有那么多钱哦，他说在玩火，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做科技类股的哈，赚得很快，就像伍德哦。但是一回档的时候，一旦你没有跑掉下来，你也没有办法接。好，那现在最新的巴菲特指标到底是多少呢？好，现在的巴菲特指标超过100，其实就很高了，对不对？大概在190左右，那很高很高啊，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一段都等于是假起的啦。
那给起也这样。190的话，难怪巴菲特会说大杀戮要来了。就大概是从美国的 GDP 哦，现在市值是两倍，所以现在股市是美国赚的钱的两倍，所以它所以比较危险。我们先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一只黑天鹅。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真的要打仗了吗？俄罗斯有将近130,000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了，特别是拜登竟然说，如果你俄罗斯敢对乌克兰出手，那么我要对你祭出华为版制裁。什么是华为版制裁？我们等会再来讲。不过战事真的一触即发吗？陈彦，现在真的觉得，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油价一直在涨，大家又看到疫情不断扩散的时候，现在俄罗斯可能真的兵临城下，可能真的要拿下乌克兰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哦？我们从今天，特别从原物料的报价，天然气已经沉寂一段时间哦，这几天突然之间飙高了。包括镍啊、铝啊，还有这个不锈钢，大涨了将近3%，没错，没错啊。对，所以基本上是不是在反映未来我们将会缺乏天然气，我们就会缺乏铝，甚至我们讲这个不锈钢的这些材料，所以是不是在反映这些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讲哦？因为根据这一个资料显示啊，因为现在白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它的边境长达1000公里，这是一个易攻难守的环境啊。而且目前已经据说已经有130,000人的部队在集结了，包括整个军队已经动起来了。你看到画面上，包括我们看到，比如说坦克啦这些都已经在动了。好，那在这个情况下，甚至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叫做模拟城市战争。他们就讲，我现在都是军演啊，我在演习啊。可是演习他做的叫实弹演习啊，那这什么意思？是不是很有可能直接一擦枪走火，一触即发？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且不止上面，我刚才讲陆地，对不对？好，那我们讲海上也在进行联合军演，就是说我现在乌克兰上面就是白俄罗斯，好，那右边也是陆地，这个边境长1000多公里，很难防守，对不对？好，海上他也在演习，阿曼湾这边跟中国跟伊朗也在实施军演，那我可不可以在直接在海上我演习啊，炮弹啪啪啊，对不起，乱飞就飞到了呢？这是一件很紧张的一个事情，整个气氛看起来是在备战啊！不管你是集结部队，还是陆陆续续进行陆上以及海上的军演，看来都有备战的氛围。特别是俄罗斯在今天还试射了一个极音速的飞弹，高射的极音速飞弹。我讲一下这个飞弹有多厉害哦，因为它在海上发射以后，5分钟就可以到乌克兰，而且因为它的速度最这个9马赫哦，它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据说是无法拦截，据说无法拦截，因为它的射程可以长到1000公里，短短5分钟可以直接直击乌克兰。这样你说我直接打到基辅，它无法拦截哦，这是一件可怕的事。那假设说哈，我们现在假设说，大家也都认定它是一个演习，好，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北约，好，包括几个盟国，既然送刺针飞弹给乌克兰，说哎？这个我们讲在肩上，你就可以做，不管反坦克啦、反这个直升机，对不对？还包括加拿大还派了特种部队进驻哦，英国送了这个硫磺石飞弹，这个精准度很高，打击能力很强的。换句话就是说，全世界各国都认为俄罗斯、乌克兰确实有可能一触即发。对，乌克兰自己也是这样，他们现在全民皆兵，已经进入了准战争状态，甚至连10到60岁的女性哦都被征召，所以他们现在假日都在干嘛？都在做演练，都在做演练。有人想10到60岁的女性。哎呀，所以我如果在乌克兰，我也要被征召、不好意思，这样主持人，我们再想办法好了，可能我代班之类的吧，哈。但我应该也被征召了啦。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他们假日做什么？就做城市的模拟的演练。然后有人假扮成俄军，然后侵入了，这个该怎么办？你会看到画面上他们在丛林里面做训练，然后翻滚，甚至做射击。其实大家全民皆兵了，大家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一触即发。好，战事可以说是一触即发，战云密布。而这个时候呢，拜登说话了，他说：“俄罗斯啊，你要是敢动乌克兰，我要对你进行华为版制裁。” David, I'm not so sure he has is certain what he's going to do. My guess is he will move in. He has to do something. But if they actually do what they're capable of doing with the force amassed on the border.It is going to be a disaster for Russia. 好，什么是华为版制裁呢？因为之前有谈到说金融的制裁啦，不让它出口等等，好，不让出口天然气和石油。对，现在谈的是华为版制裁，什么意思？就是说，任何人、任何美国公司，你都不可以出晶片、设备、技术给俄罗斯。
哦，不让他有晶片。对，那这听起来很可怕吗？因为你看你，他有飞弹，哦，那他没有晶片的话，飞弹就飞不起来。飞不起来怎么办？哦、可是我跟大家讲，实际上俄罗斯没有在怕的，几个原因哦。第一个，他90%的设备或是半导体相关的这个材料，90%是从法国或中国所提供的。好、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自己中国不会鸟美国嘛？对他完全不会鸟他。嗯、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一个技术叫石英晶体振荡器啊，哈，石英真的晶体振荡器，其实它的体积可能比我们所谓的半导体还要小。那它利用这个的技术，其实也运用在它的飞弹 S400， 哦 ，S400 的飞弹上面，包括他们的巨型的核潜艇，也用他们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它其实就是一个被动元件的概念，所以它可以替代雷达晶片。没错。那不止这样齁，就是说除了这个部分，因为它大量运用这个来替代，所以它可以大幅度的减少美国所谓的这个晶片的一个制裁。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它其实有早在2年前2020年其实就已经找台积电去下单10奈米的晶片哦。俄罗斯有跟台积电买。对，而且2021年确实已经拿到货了。哦，那另外一家这个叫做贝加尔电子，它的28奈米也是跟台积电进货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因为美国他现在在讲嘛，他也还没有说 哦，以后你们不能出嘛，那台积电当然可能就不会出，可是这段时间确实已经在做这件事喽。那台积电如果有出货给俄罗斯，联电有吗？联电台积电是出货对不对？对，他直接找联电合作90奈米，怎么合作？人才。他们直接找联电去支援人才，然后透过这个高薪的方式，我目前了解是2万美金一个月，签约是签这个3到5年，哦，签3到5年，5到10年合约，找台这个联电的这个工程师，而且这些人据说已经到俄罗斯了，所以他透过这几个方式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未来如果真的进行制裁，后面我们可能也要注意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想晶片呢？俄罗斯买不买得到晶片对全球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对全球影响比较大的反而是油、天然气、铝、镍这些出口会受到限制。当然油跟天然气大家都比较理解嘛，因为它是第二大石油出口国，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天然气如果不能出去的话，欧洲今年的冬天会超冷，非常麻烦。你看之前其实俄罗斯可以正常出口天然气到欧洲，他们的天然气已经涨成这样了。如果真的禁的话怎么办？因为35%的天然气来自欧洲，3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全球17%的天然气来自于俄罗斯，这个部分怎么办？还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全球80%的铝的供应是谁？是俄罗斯。那铝是什么？我们常常在讲被动元件，铝质电容。所以未来如果少了铝质电容，一样嘛，你车子好不容易有了晶片了，没有铝质电容。然后你的这个电器设备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办？我觉得这又要伤脑筋了。好，全球资本市场面临重创风暴，什么原因？第一大利空，我们先来告诉您是不是跟油有关呢？中东情势非常的紧张，包括阿布达比遭到了空袭，甚至伊拉克的油管也被炸毁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又可能打仗哦，所以实在是烟消四起，所以造成油价已经创7年新高。现在外界都已经看3位数了，陈彦。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是三大战火同时点燃哦。嗯，我们不知道这背后有没有任何的阴谋，但是推升了油价。你看西德州原油已经突破85，来到86块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了3个月新高，塑化族群被带动了，台塑、南亚、台聚、亚聚，整个都上来。当然，我们再看哦，包括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也创了7年的新高。你看这个油价大涨的背后。其实我觉得这三大战火非常的重，而且是同时点燃。刚才娟姐你在讲，第一个沙特阿拉伯跟也门之间长期以来的这个战争，对不对？但这一次可怕的是什么？也门他既然是派无人机到1000公里外的，而且是沙特阿拉伯里面阿布达比很精准的哦，就去空袭他的这个工业区哦，就阿布达比石油公司哦，这是一个空袭，对不对？另外一个距离20公里以外的机场，各位看到这个炸下去，哇，这个是烟雾弥漫了、啊，这已经不是说啊，是不是不小心失火，是真的砰一个，而且连也门的胡塞军都承认，青年运动组织说，是啊，就是我们呢、啊，我们丢了几颗弹啊，我们用了很多的无人机去攻击啊，连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机场，靠近阿布达比20公里的机场也受到拖累。
那你说沙特阿拉伯，当然怎么可能不反击呢？哎呀，你知道的，说真的，马上飞机升空，啪回去就攻击也门，攻击他们的机场，死伤啊，这造成很严重的一个死伤。各位看到画面上啊，这是非常的严重，真的打起来了，真的打起来了，报复性空袭啊哈。那我要讲哦，就是说。因为沙特阿拉伯，你要知道它的原油的蕴藏量，它的原油的蕴藏量占了10%啊，它是全世界前十大的石油，非常重要的石油输出啊。而且他们最近还找到220亿桶，就是油气包含页岩油在内。那如果再把它原来的全部加起来，已经是1070亿桶的这个原油的储备，所以它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页岩油出产公司啊。对，那但。我们在看这件事情，也还有一个重点是，其实也门过去要攻击沙烏地阿拉伯从来没有成功，8年来从来没有成功过。那为什么这次成功？无人机，哦，无人机，我刚才讲1000公里耶，千里空袭，千里空袭耶，而且重点是什么？精准耶，就直接阿布达比砰，然后他的机场跟他的炼这家石油公司耶。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现在觉得可怕的地方哦。那不止沙特阿拉伯哦，因为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产油国，对，第二产油国伊拉克。那因为伊拉克的油，它的石油必须往北走，走到土耳其，然后到它的港口，就它的输油管非常重要。这输油管帮两个非常重要的哦，一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是地方政府库德的地方政府，好，包括中央政府的输油往北送。到了土耳其以后，在港口往地中海，再到欧洲去，结果这个空也同时哦，空袭的点在哪？在土耺其，距离这个输油管多少？500多公里。那怎么办？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整个油的一个输出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个港叫杰伊汉港，那因为这个也是伊拉克也是第二大石油的一个输出国，所以两大的战火当然会推升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好，我刚才在讲到还有第三大战火是什么？俄罗斯跟乌克兰。好，那其实美国不是一直在警告说俄罗斯你不可以出兵吗？你一出兵呢，我就要实施经济制裁，让你的不管是天然气还是油没有办法输往国外，特别是欧洲。欧洲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那这个冬天怎么过啊？好，我们先讲第一个重点是他要把它隔离在整个金融系统嘛。那你就算你卖了油出去，你也拿不到钱嘛，这第一个嘛。第二个是它是第一大天然气出口，第二大石油出口，那你是出口到这个欧洲嘛，那我禁止你出口，那俄罗斯本身90%又仰赖石油跟天然气，对不对？那它的经济一定会受创，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它就安静，对不对？那他敢打吗？如果结果白俄罗斯说，其实包括军队各种这个坦克什么部署已经进来了，甚至有两个这个叫伊斯坎达的飞弹旅已经进来了。如果我们看到火车，就会发现说。运飞弹两个旅哦，这两个旅是伊斯坎达飞弹旅哦，已经过来了。它的射程是多远？40到500公里这个距离哦。它的弹头可以装什么？我可以装油气，我可以变成一个小型的核弹哦。所以它是不是已经决定要攻击乌克兰？那如果它真的发动攻击，美国真的实施金融跟禁止石油出口的这个制裁的话，那天然气和油又要再暴涨，全部飙涨啊！我觉得现在市场在反映这件事情哦。那三大战火之外，其实在我觉得在去年年底哦，华尔街就已经预估说，高盛就说，其实高盛一直对油的预测相当的精准。你看，包括在2007年哦，2011年当时，那他就说还没有这件事情，他就已经讲油的供给恢复其实有一些困难，所以今年上半年可能上看85，下半年95。那现在又有了这个战火，那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突破100块？有没有可能突破100块？好，那油价如果突破100，可以想见那个通膨压力有多大。今年呢，大家已经因为通膨，很有可能必须接受多次升息，到底有几次的油价撸加撸当哈？从3次喊到4次，喊到5次，到小摩喊到7次，甚至呢，昨天联邦银行的总裁还说，光3月份可能。一个月要加息2次哈，通膨的压力，美国的升息都让美国科技股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也让全球资本市场因此而受累。